看看新闻网。昨天小说月报小说庆功会在上海电子节期间举行，在发布会上高晓松语出惊人，表示如果让我做游戏劈叉把我当猴耍的节目，我肯定不去。而新一季的中国达人秀将于下半年启动，高晓松透露到时会有一个国内最重量级的综艺大哥与他搭档共同坐镇评委席。此言一出，媒体纷纷揣测这位神秘人物就是赵本山。对此高晓松不仅卖起了关子，还透露赵本山居然欠了他10块钱，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所有的嘉宾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我首先我没有说是赵老师啊，第二如果是他还欠我10块钱呢，因为他春晚的小品《同桌的你》不但用了《同桌的你》，还唱了《同桌的你》，这个在这个版权保护这么那个风起云涌的今天，怎么没人跟我说这事儿啊？那按照央视现行的那个版税，1分钟2.5块，1分钟10块，就差不多同桌也唱了1分多钟，咱就4舍5入零头不要了，那也得给我10块钱啊。